得你一定最高。对，我也觉得他会最高。我好喜欢你，因为老婆昨天来，我们都听不懂他，他是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我找到他了。我惹怒另外一半的话，其实这句话很无辜。这句话是哦，这个是你惹怒别人，我惹怒，我惹怒他。不重要好吗？这句话这个也好像不好听、啊、这还好，就是没有。但是女生有的时候很重、很注重的是，对，就是或者是随便啦，这就是这个差不多，不要再不一样。是我岳母、喔，我岳母她是屏东人，然后她终于要来我们台北一起过生日。那这件事情我们就默默的已经知道了大概三个礼拜，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筹备期间。然后那时候若琪就动起来了，若琪就说：“哎、欸，真的、啊，有一家泰式的。”我之前吃过，哇，那个地方气氛超棒，还有一家美式的，那个美式呢后面甜点不得了，我妈超爱甜点，怎么？我真的，我就听大家分析了大概三四家餐厅，我说好，交给你决定。完了，这句话会出事。我就交给你决定。然后过一过之后就差不多是到我的岳母生日的前两天，哎，真的、啊，所以那个晚餐那个寿宴要订哪一家？不是交给他决定吗？ Oh、God, 不是讲好了吗？讲好了，叫他决定不了。对，看来是双子座。哎呀，懂了。很难决定哦，剩两天，剩两天，我那时候心里面那个不祥的预兆也就出现了，就是这些只要是不错的餐厅，你知道现在所有对啊，当然不可能订得到了。我就开始拿起手机，无奈的开始打，我就说啊，请问那个定位满了吗？啊，满了，满了，一家一家开始这样挂掉，请问这家定位满了吗？他就说没有办法啊，你没有跟我讲那个你最后要吃什么啊？不是交给你决定。对，然后他就说，那你那个泰式那个跟那个美式的甜点跟什么，我在想哪个搭配才是最好啊？哦，然后那时候我就挂掉，跟他就从这边闷，我说不重要好吗？因为我认为。所有的家人一起能够聚在一个地方，能够吃饭就是最开心的事。对对对，让他先处理。他会错意了，是他会以为说这个 dinner 不重要。他以为我就是在说他妈妈的寿宴。对他就是他连这个地方都能理解错误，他就一口气走心，然后眼泪就啪就下来了。很像他，对，而就你的事情重要。然后因为我又还在气头上，我又没办法辩解或者是说清楚，我不重要，然后他就走掉。然后我还要定位，我事情还没解决，因为我是责任感很重的人，所以我后来就想说，到底要怎么样，先把岳母事情搞定，再去搞定他，这样。对。然后这件事情他就跟我冷战，就出现在我们这个十年的爱情长跑里面，少数的冷战了三天。哇，三天！反正你有解释给他听，你其实是想说这些过程不重要了，这样子，赶快解决。当下我就找他讲，我就说是你理解错了。他说没有嘛，你不要给我换一种说法。你那时候的语气或什么，你就觉得我的事情不重要。然后如果你让我理解错误，表示你的口才不好，偏偏你口才是好的。哦，没有，所以还是你的错。你还蛮聪明的，对，双子座能延伸到，他会回攻哎。我们在家也是在辩论，绝地大反攻哎。回攻应该比较过。我讲了这句。你是北齐，很合理啊！我跟你说实话，这句很可爱啊！就是我那天就是九点半的时候被若琪的手肘戳了两下，这个在我们家的意思就是他饿。哦，然后这时候我就差不多就知道我的睡眠时间差不多结束了，我就要下去帮他准备他的早餐。然后我们的早餐就是要有对蔬菜类的，然后要有根茎类的，然后要有饭，然后还要有那个。还要有等一下，蔬菜类跟根茎类这不是同类吗？不一样，不一样，一个是绿色蔬菜哦，野花椰菜就属于根茎类哦，都要那种地瓜、地瓜种，所以你们就知道我大概要准备个大概五行早餐，三到四个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就在厨房大概忙了他差不多一个小时，然后这时候若琪就睡眼惺忪的下来，他刚拉完筋，很爽的那个样子。然后他就下来说：“哎、欸、哇，好香哦，什么？”然后我中间也好几次想要吃，但是我就忍住了，因为我觉得哇，这个肉质啊什么，等一下一起吃应该更好吃，我就都忍住了。然后我就说：“哎、欸，那若琪，那你就先坐着，不用，他要帮忙。”然后帮忙之后，我们家就有一个门脸，有一个门脸，他就抓着两盘我那个都已经拼盘拼好了，就是两人份。一份就是五个的那个东西，这样均衡的饮食。拿出去之后，他被门帘勾住。好若琪哦，这样若琪会发生什么？好有画面哦。被门帘勾住的时候，他就这样子甩了一下。他就把
到哦，准备一个小时，甩出去了。对，他手上是拿两盘吗？对对对，然后我手上是拿两副筷子。可以呀、啊。你家是北七呀、啊，我才是北七，你怎么会让他拿两盘筷子给他拿、啊？他争取的，你知道吗？好委屈哦。嗯，如果他趁热吃，会比我趁热吃更有价值，因为他端出去，他就可以，然后筷子一给他，就把就告诉我好不好吃嘛。嗯，对。后来搞半天，北七的是我，这样就两盘菜就射在地上，然后我就。就捡起来吃吧，忍不住了，我就把没有沾到毛的，还有一些比较稍微没有在墙角的，把一些主餐拿起来，啊，就好远，自己吃水，好有画面。然后你是立刻说你是北七了，这样。对，我就是后来他被门帘勾住，他已经出去门帘了嘛。后来我是从门帘出来之后，就是你是北七哦，这样。就这样哦。对，然后还摔破了一个碗，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到底要先吃还是要先扶他起来还是要先把碗清理后来就决定就趁热吃好了就坐在地上吃捡起来趴在地上吃然后就把他从那个碎玻璃那旁边移开一点然后就挑一些能吃的因为真的很饿铁渣本来就是喜欢照顾病人啦哈加油病人病人